觉得这是我算是去美国最好的赛季，最好的一年。海贼王挺过地球回来台湾了，除了打东盟跟学弟们一起参加训练营，也看着中华队在十二强成为世界冠军，但接下来的经典赛资格赛不想缺席。意愿的话我单方面是有，那就是看球队最后怎么决定。秀丽美职海盗队3A 直言跟大联盟距离更近，但想回来打资格赛却会撞起美职春训。同样也在海盗队的陈柏宇受限投球局数限制，虽然无缘十二强，但资格赛我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我先把自己准备好，如果教练他们需要，可能就是尽我最大努力去帮助中华队。旅美有意愿回台，但十二强的冠军阵容中就是以自己身体状况吧，那也是看教练的需求是什么去决定。那身体是优先考量，而投手群今年的主要还是在后面的休赛季的阿伟都没收到，也好好准备明年的赛季比较重要。还没接到通知，但王宇格先松口会是投手教练，而这回一样由曾豪君来领军。下周公布35人名单，甚至混血球员林台嘉也说想参加。因伤没办法打十二强的一些选手，比如说张宇成啊、吴念庭、王柏荣他们之类的，就是我觉得他们有机会参加，旅外的球员会回来参加。那我觉得实力。应该实力并不会比这次的十二强的国家队弱多少。A 组四取二晋级，但古巴记者曝光西班牙名单有大联盟的马提，还有吉洛梅。毕竟经典赛没了大联盟40人名单限制，中华队不能掉以轻心，晋级门票得先稳稳拿下。TVBS 新闻王新堂、陈振中、嘉庭新北彰化采访报道。